董事长贤伉俪，我们世界台商总会黄行德总会长贤伉俪，我们国策顾问杨信贤伉俪，田一宏国策顾问贤伉俪，我们监事长彭良志贤伉俪，方云云监事长，以及各位名誉总会长、名誉监事长，各位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名誉总会长、名誉监事长，各位理监事，以及未来将接市总的后任总会长李天七，即将要参与竞选的吴光仪，还有我们即将要接任的江俊麟总会长，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非常欢喜在这个暗暝的时阵，大家经过一天充分的会议讨论，看起来大家讨论到真正非常的热烈，所以虽然是疲倦，但是我看大家精神还阁真好，因为咱这届北美总呢，真的非常用心的安排，所以我虽然是侨委会晚宴的主人。可是吼，我啥物代志拢无做，我干呐出一点仔钱尔吼，所以我是上届听课的吼，大部分的工作拢是咱吴东升总会长的团队在这边的服务，我们是不是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？来，掌声。